下车，民众热情簇拥，成群蜂拥而上，都还来不及站稳脚步，韩国瑜就被热情民众推着走。起步工作人员就要动尾雕，帽子不知道被打掉几百回，韩国瑜整个人被架着走，20名人肉盾牌将他团团围住，但民众的手从四面八方而来，抢着和他握，有人直接伸向韩国瑜的头，身旁护卫见状不得了，全程右手举高高，就怕韩总又被支持民众 K 到。实在不行，护卫队干脆挡在韩总的前方替他开路，身旁市议员同样被人群推着走，看到现场人海，不忘拿出手机自拍，留下历史性的一刻。整个人被推到，差点冲出队伍，就连工作人员也抵挡不住热情民众，一个腿软，差点骨牌效应，全部跟着倒。韩国瑜这时表情好尴尬，招牌蓝色衬衫同时被三只手拉扯，衣领都被拉歪了，只好放慢脚步，大家重新排排站，继续前进。200公尺的距离，韩国瑜走了超过12分钟，满头大汗，好不容易踏上主舞台，但如此浩大的排场，台下也出现小状况，有人被挤到缺氧，瘫在大马路上。好在救护车早就在一旁待命，造势晚会圆满落幕。随着寒风来袭，席卷整个大高雄，被誉为深绿的旗津选区也感受到翻盘气氛。据 SNG 小组高雄综合报道。